好，中间的记者朋友，看啊，再看一下中间后面的记者朋友，好，一大波后面的记者朋友，然后缓缓的转向右边的记者朋友，好，再看一下中间吧，还有朋友强烈要求要拍一张更。我觉得拍完这个电影最大的享受就是我认识到我们周兄弟。这个也是不是我不单只是拍戏，拍完之后我们感情还在，因为我觉得很难在这里拍一部电影，把那个友谊放在戏里面，很开心。大家好，我叫余波，那我在这个电影当中我饰演杨二郎杨元定。那拍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是有非常大的收获，也有很多的感动。我想，我们兄弟几个用这几个月的努力，包括导演用一年多的后制的努力，这样一个完成片，希望能感动所有人，这样。谢谢。三郎。各位现场领导们，你们好，还有我们记者朋友们，我是整代周玉敏，那我在戏里面是饰演杨三郎，那在这一部戏里面，我真的深刻的体验到像大哥说的，友谊是在这部戏刚开始的时候就产生了很浓很浓的一些牵绊跟羁绊，一直到现在，即使见了面，戏拍完了，我们现在在宣传也是真的，私底下的感情真的是大家浓得分不开。分不开，五郎频频点头。首先我觉得真的首先大家一定，这帮兄弟真的我们。很有兄弟缘，有这个缘分可以聚在一起，在一套电影里面，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从整个拍摄过程，我们一直每一天都非常的激动，每一天都非常兴奋去完成每一场戏，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停不下来，我相信这个感觉会一直延续，就算到首映之后还会继续延续。好，六郎。大家好。那我觉得永远忘不了，就是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在战场上的那一种精神，大家都不把自己当成是自己，而把自己当成是角色，然后这么的拼命，然后我觉得大家的团结，然后也很感谢导演的那种领导，对。好，这是我们辽国大将军耶律元哨兵大哥。大家好，我是哨兵。那个，其实我突然的做的这样有点，因为前面从一二三四，我就大家都在说情感，你知道，我怎么觉得我那么多余呢？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压力是面对着因为我杀狼了嘛，所以我背负的最大的仇恨，就是大家的仇恨全集中在我身上。然后所有的帅哥的粉丝们都会说，杀，把我的偶像给杀了，我要疼死了。大家好，我是哨兵，角色就不介绍了。受伤会有意外的会停下来，但是如果停下来，我上线第二天你也不敢想马，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技术下去，如果不技术大家也不能够拍下去。好，仔仔说说看，仔仔应该是最怕马的那个。有时候鉴定的人不能光从外观的那个观感开始说起。其实因为蛮早之前就进入剧组报道了，所以我们每个演员对马的一个基本常识肯定都是很足够的。但是我们毕竟那真正扎实的马的功夫是十几年来累积下来才可能会扎实。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满足导演跟现场所有人的需求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才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明星的意外，像大哥马的问题，或者是有时候他在闹脾气的时候，那就是可以自己把自己的马，像我就把我的马表现得好，就牵到山坡上面去吃嫩草，别的马到不了地方，你到得了，这是属于你的东西，对对对。专门去跟他就是沟通一下感情，说说话啊，会真的会吵啊。真的要沟通的话，真的这个戏里面最会跟马沟通，其实是二郎。又说到二郎，哎，讲
击鼓传花的。其实仔仔他是什么呢？他是我们拍我觉得比较辛苦的一部分就是在马上面我要背着父亲，对，因为我还要把那个杨家的旗绑在身上，然后骑着马拿着兵器，就是我觉得那个平衡度要抓得很准确。因为我第一天拍的时候因为不习惯摔马，第一天就摔了，对对对，可是之后就没了，对，所以非常对不起那个秋光。对，哇，真的好不容易。导演说开始我就忘了。就是带着当时你看他们骑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互相的这个沟通一下，他们有没有向你请教一下，或者你也给指导一下这样的？没有，我们你就太入戏了是吧？我们是两拨的。我们对我比较低调，因为我离他们远一点。危险。那你这一次拍这个战争戏动作戏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其实我最多的是文戏。真的？哎，对对对，因为演员导演好有眼光哦，是演文戏，其实有只有一场那个就是动作，对，有了跟吴尊的，对吴尊的，那场戏是我唯一的一个动作戏。你对他们的那一种，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对。好，林峰，我觉得笑就源自于父母本身对孩子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也应该无条件的无限的去付出，对父母。丹丹，我觉得笑的在我们戏里面的体现就是七个儿子知道爹被围困的时候出发的那份动力，明知不可不可为而为之，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笑的一个广义的表达。对，我也觉得笑是比如说这个电影本来我们是一家小兵不是，但是立场也是一样，为了笑如果不去笑可能我们可能当朋友，但是黄景刚那是我是杨家将，他是另外一组，没有组是另外一组的族人，所以我们不能够，也是因为笑是一个也是值得我们要研究这个机会，我觉得很深奥。其实我觉得帅是要付出的，付出很多，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一般人骑马很帅，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其实我们开始完全不懂，但是一直看到我们拍文戏动作也是坐在马下，我感觉很帅。拍文戏？文戏？哦，文戏，哦，我吓死我了。所以说，对对，文戏就是在演文戏的时候，也是坐在马下。因为说，我不得不说，我觉得邵兵那个很帅。哎，漂亮！如果去戏院，到时候去支持的时候，可以大家把目光留意到邵兵大哥他的白色盔甲上面。各位嘉宾，请看你们左手边的记者朋友，左手边，各位左手边的记者朋友。记者朋友，中间时间长一点，中间记者最多了，还有中间后面的电视前面的记者朋友，也给他们那个好的角度。